我是美乐。我们今天来参加一个活动，太平山的活动，没有骑过这一条，这一条应该很漂亮。今年的第一次活动，哎、欸，好好哎、欸，你有看到我们吗？很热闹哎，很久没参加活动，这种热闹感觉。觉得超嗨的。我们上次就是因为去观摩美丽达百天啊，我们去凑热闹，然后就觉得哎、欸，今年好像没有参加什么活动，很热闹，想要来玩一下。对，所以刚好哎、欸，这个活动可以报名，就可以来玩一下。来这边玩。看我们现在在集合的地点就是土场车站，对。看土场车站就是蛮有特色的一个车站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了。这个活动好像有到那么多人，比较少。对，比较少。然后我们在中间，然后现在后面就是这些人。哎，哎呦呀！本来就在这里跌倒。我刚才还想说，我想要再骑到翠峰湖，但我觉得我门口骑到终点应该就可以了。三五八路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出发了。对，一开始就有美景跟陡坡，很陡啊。对，其实太平山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地方。上次来的时候，对，就很喜欢这边，像是什么剑琴怀古步道啊，对，然后旧址的温泉、太平山庄跟翠峰湖，对对对，超美的。刚保姆特意带我们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看外面，哇，超美的，你看。听说今天会有一些陡坡，很陡，对，一些哦，一大些，要加油，对，好吧，走吧，应该是我要加油。加油加油！好，现在要过这个闸门了，入园区。我们现在骑到靠近鸠兹泽温泉了，然后就会看到很多烟在那边。这边右转就是鸠兹泽温泉，然后我们是要往左边。我觉得太平山这一条很好。很多树荫哦，对啊，漂亮。夏天来也不会太热。对啊，你确定我们走左边对吗？大家都走左边啊。我们还要走右边吧？我们是要去泡温泉，还有吃水煮蛋。对，温泉蛋。对，这里连我阿嬷来都说很喜欢。过了鸠兹泽温泉之后啊，这边的坡会比较陡一点，然后呢，这地板会有比较多凹坑不平的地方，所以这边要骑起来就要小心一点。前面这里就是中间服务站，然后这里可以停下来买东西吃。然后我们是没有停，对吧？我们是没有停，因为大家都一直骑过去了。然后我们还遇到我们上次在乌来的车友跟我一起骑，因为我被放生了。等我们。对。嘿。然后这里现在的风景超美的，我们已经骑得很高了呢。中间服务站，过了中间车站之后啊，就会有两段的急陡坡，但急陡坡完之后会有接缓坡，所以可以用缓坡的时间呢让自己缓和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哦，刚才有一个第一段真的超级陡，那段大家都站起来，然后两段陡坡过完之后就会缓了一点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看漂亮的风景。哦，完了，我现在才发现美乐的防晒在我身上，糟糕，我
我等一定会被骂死。补给站哦！现在9:21。对，到了这个白岭巨木这边。对，剩下拍照了。对，要8K 吧。8K， 好。然后这个补给站呢，有香蕉。我们是那个义务铁人哦，谢谢。在赛道如果有需要喷这个沙龙帕斯或者岩锭，我们身上都有。哇，我也要。谢谢好辛苦哦。不会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果冻 ，BCAA 果冻。好东西耶，8公里就结束。嗨，总算等到你了，等很久了。我好怕把你的防晒拿走，我会被你念。谢谢，是谢谢，谢谢谢谢。我本来想要转交的，后来想说我们在这边等一下吧。等很久是不是？不会，我跟祖龙身体都凉掉了，就是了。他们这边有那个医护队，很好哦，他会帮我们喷那个鸡热。哦，真的啊？对，我比较想喷防晒。赶快补给。赶快补给我的防晒。他在补给。要喷哪里？脚。喷脚一下，喷一下。对啊。看起来就没像没有骑车的样子，对不对？这看起来是防晒。这看起来就是不会骑车的样子。我看到你健硕的大腿哦。谢谢。谢谢。加油！加油 ！Maddy 那边很多补给品可以吃。好。然后这边是最后补给品了，然后剩下8公里而已。好，就只要一个补给品。对。我刚刚自己被你们放生在后面骑的时候，我还跟了很多的车友聊天，然后是来见面大会是不是？然后还有 Linda 的朋友，我们上次有一起骑过乌来哦，这你们都认得？他叫我们还去拍照，很欢乐有没有？现在到了19公里的地方，然后还有21、23公里，然后跟着厉害的大哥一起骑。谢谢大哥陪我聊天。像你这不会无聊、哦。对啊，真的。感觉越骑越累。不然就一直看地板。现在还剩下3公里到终点，然后越骑上来，旁边的树就是会是这种高山树木，超美的。就是这种高山树木真的超美的，而且这条路整个都很凉。2公里了，对，2公里，这一路上还蛮多发夹弯的。这路上还蛮多法夹弯的，看后面开始起雾了，剩下1公里了，高手们下山了。10:37抵达终点，这两个人好快哦，这是太快了，这个也快，抵达终点，厉害厉害。骑了23公里，嗯，然后爬升大概1000米左右。等一下看一下，这个终点就是在那个剑琴怀古步道那边，就是从那边进去，超美的。对，我们上次就在这里走了。对，全球10大最美小径之一。对，我们刚刚有一起的车友，他们报名了竞赛组，然后他们早就到了。对啊，很厉害。对，我同事还已经先下山了。对，我有看到他，嗯，还跟我打招呼。对。休息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过了终点，这里就是剑琴怀古步道，从这里进去。然后我们上次有来，
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旧山地轨道地基，这边很好拍，去看看。这里我们之前跟家人来太平山玩的时候就有走进来，这边超漂亮的。可是我穿卡鞋这里很难走。这里真的超漂亮的。然后它这边呢，就是以前日据时代的时候伐木时期的一个运建材的一个轨道。然后它这边的长度有 5.5 公里，然后就是长这样子。然后我大概走了5分钟，就看到这个很漂亮的拍照点了，在前面这里，这里就是刚照片的那个样子，超漂亮的。现在走回去找他们了。哦，很多补给品哎，饼干又蓬了。哎呦，这个我喜欢这个。那你说看你这次骑起来你觉得如何？因为上礼拜我们刚骑完五岭，骑起来真的是，哇，好险！这样，对，先被五岭吓了一趟。对，嗯，先被五岭吓了一趟之后骑的话，就会觉得哎还好，可是也是23公里哎。对啊，也是不近哎。嗯，然后我们骑了两个半小时左右，对、嗯。然后我觉得这次活动我觉得蛮不错，我很喜欢，因为它整趟路它都有封路，所以骑起来呢很舒服，很安全。就不会有对象来车过来这样，嗯、很棒。封路到12点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活动呢是我会想要再来参加一次的活动，但真的不蛮、累的，对，要一直踩，一直踩，一直踩。可是我觉得沿途的风景都超漂亮的，嗯，因为你只要骑过了一点，就会有很大的山景可以看，然后再骑一下下又有很森林的感觉，就夏天骑也不会太晒，嗯，很棒。然后我刚刚啊有一段路很长一段路哦，我跟一位大哥一起骑，嗯，他就真的跟我一起骑，很厉害，非常厉害。那你知道他几岁吗？没有，这是移动时间吧？六岁，差不多，没有这么多，58岁。对，我觉得好羡慕哦，我好希望我爸妈可以这样子一起加入，我们一起骑脚踏车。我真的觉得骑脚踏车是个很棒活动，它是个可以练心肺的活动，然后又可以练腿力的活动。对，嗯。我觉得很棒，嗯，期待有一天呢，我们的爸妈都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，而期待我们的家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运动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，准备下山了。好，吃不急。好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谢谢我们这次的伙伴跟我们一起来骑车。